Tony 却捏粘土十足有信心，奶哥却是豁大没耐心。小雪老师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可以的。我对你有信心，我有信心，你们对我有信心。是，谢谢，very good， 加油，完成，加油。大哥，你不要再瞪着我，我紧张了。哇塞，奶哥不会放松一件干秋的，绝对不会散发干秋。把奶哥带走的，把奶哥带走。面对奶哥这座快爆发的火火山，Tony Chan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嘞？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喽！